们来玩新版的吞噬模式。大家都知道我昨天玩过，但这观看量并不理想，是不是觉得不刺激？行，这次我们来个新章节，而且四个敌人只有一次机会，他们分别是蓝妈、吸血鬼、奶奶、爷爷，都看见了吧？全部长了恶魔的脚。还是老规矩，在小镇里面找十本书在这并烧掉，然后找到出口逃离，但肯定不是那么容易的。给你们看看收集了十本书会怎么样。怎么样，我就说很难对吧？不过有恶不在，还是给他通关了。这一期真的打了很久，麻烦耽误你宝贵的几秒时间，给要不长按点赞吧。下面正片开始， Here we go。Thank you.
I see you.
Anyone.